天文台已經在今日朝頭早5:40發出了8號東北烈風或暴風信號。在熱帶風暴浪卡和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之下，香港離岸海域和高地逐漸受到烈風影響，而香港的南部地區風力是會較大的。同時間，浪卡正為華南沿岸帶來狂風驟雨。天文台預計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會在今日日間的大部分時間維持。由於海面是有湧浪和非常大浪，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動。在朝頭早6時，浪卡是集結在香港的西南偏南，大概是450公里左右。而它今日清晨呢，時分是最接近本港，並且在香港南邊440公里左右掠過。按照現時的預測路徑，浪卡是會採取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的方向移動，是移向海南島一帶，同時逐漸增強。睇翻今日的天氣預測啦，係會吹強風至烈風程度的東至東北風，海面有非常大浪及湧浪，多雲有雨及有幾陣狂風雷暴，雨勢咧係會漸轉頻密嘅。日間的氣温會徘徊在26度左右。至於喺展望方面咧，禮拜三風勢仍然頗大，初時有狂風大雨，海面有非常大浪及湧浪，稍後咧雨勢會減弱，隨後嗰幾日咧係部分時間有陽光嘅。